牵扯我万毒门，我自会给你一个说法，还望仙子你以大局为重。你先在此处休息，我去去酒后，那件东西还可用。嗯，千万小心。哎呀，这雨怎么这么大呀？啊！他怎么在这儿？小猴子，你咋来了呀？哎呦，是你们呐！小姑娘，想不想要伞啊？道长，求求你把伞借给我吧！门都没有，你连下雨都算不到，还敢胡说你家道爷的前程？道长、啊，没事的，道长，你自己用就好了。我是坏人，我是坏人。道长，你说什么？就你管。给你，道长，小丫头就会做可怜，可恶！道长，你真好。啊呸！你家道爷天生坏种，邪气凛然，正气不侵，一辈子都要和你们这些好人作对。你笑什么？哎呦，我是坏人！哎呦，我是坏人！哎呀！落水狗，你也好不到哪儿去。雨停了。叫我来。别怕，死了。这不是愚人吗？哎，愚人是什么？此乃十万大山中63亿族之一的愚人族。十万大山远在万里之外，他们怎么会出现在此地？那就不得而知了。我们方才所说，二位意下如何？可。妹妹，那两人日后见到，能避则避。嗯。啊，道长的伞。哎呦，一时激起千层浪，要有不得了的事发生喽。堂主，鱼上钩了，已经到了无底坑。鬼王村和万东门在大王村差点打起来，和欢派则在一旁坐观虎斗。三公子皆已进入沼泽，并未带什么人手。